杨大人的密航，胆敢不加入杨大人的密航，留他何用？给我烧了他！是。 三哥，咱们今天米航都赔了50两银子，你看看咱们再这样下去啊，咱们米航就要关门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啊，咱们米航的米一斗也卖到10两，如何？我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呢！哎，夫人呢？这有赔就赚嘛。可是别人家的米航一斗米都卖到10两银子，你看看咱们再这样下去啊，咱们米航就要关门了。好好好，以后啊，咱们米航的米一斗也卖到10两，如何？我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呢！怎么这么大的烟味啊？着火了！快快快！ 怎么这么大的烟味啊？着火了！快快快！别烧菜，你也有今天！哈哈哈哈哈！别烧菜，你也有今天！哈哈哈哈哈！因何来我米行发火？你不加入杨大人的米行协会？ 告诉你们主子，再敢派人来一封米行捣乱，小心我让他人头分离！滚！三哥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应该带他们去见官，赔咱们米行钱。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？师傅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和师娘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和洪文就行了。 我先送你师娘回去，然后再回来。好，不用了，师傅，他们已经被你打得这么惨了，肯定不会再来了。您和师娘回去好生休息吧。也好，有事及时联系我。哎，师傅，师娘慢走，走走。 大将军，这与你口中描述的虎狼之师有所出入吧？哎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这指挥使竟然是这样练兵的。咱们进大帐吧。 Oh.
谁呀、啊？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洋人向朝廷提出要在广州驻军，被朝廷拒绝。洋人威胁要与朝廷开战，朝廷命我们做战时准备。我本寄希望你们步兵营抵挡洋人的火枪利炮，没想到你把步兵带成这个样子。你这个指挥使不让总教头操练士兵，却和他躲在房间里吸食鸦片。我杀了你！大将军息怒，小的知错了，捏在我以前跟你沙场征战那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要饶了小的吧。大将军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大将军，既然是旧部，不如就网开一面，饶了他们的死罪，让他们卸甲归田吧。哎，看在甄大人替你们求情的份上，饶你们一命，马上给我滚出军营！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！滚！哎呀，谢大人，谢大人！没用的东西！大将军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大将军可否有替代指挥使一职的人选？纳龙听令，纳龙在。从现在起，由你暂代指挥使一职。你要抗命吗？纳龙听令。起来吧。纳龙，恭喜你荣升指挥使啊！谢甄大人。可我看你面无喜色，是不是心中有所顾虑啊？是。不妨将心中所虑说出来如何？这说。眼下这大战一触即发，我担心就步兵营现在这种怠慢的状态，根本无法御敌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这个指挥使不能带他们杀敌，那就给我死在战场上。是。大将军，纳龙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凭他一己之力很难在短期内驯服这些兵痞。以甄某之见，大将军还要给他配备一个专治兵痞的总教头。这一时，我也想不到合适的人选呢。我倒是有一个人选，可就怕我们请不动他。还有我请不动的人？嗯，那我可要好好会会他。你们这帮吃货，吃我的，喝我的啊！这点小事干不成，让铁锹三打成这样，一帮怂货！铁锹三呀，铁锹三，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呀？三哥，闵行协会的人如果再敢来捣乱，我们就带着兄弟们踏平他们的闵行。就算踏平闵行协会，阳山会馆的人会善罢甘休吗？大不了我们带着兄弟们离开广州。遍地猎枪，我们又能去哪儿呢？三爷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节气了？如果节气靠人命堆砌，不要也罢。不知军爷到拳馆来有何指教？来见三爷。我师父今天刚好有事出门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。不知道你找三爷有何贵干啊？您是？我是他夫人。啊，原来是夫人啊。我是侯门六爷的人，六爷派我来见三爷。原来是六爷的人，那里面请吧。哎，
六爷派我来宴请您和三爷，中午去天下第一楼赴宴。真不巧，三爷不在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三爷，你回来了。这几位是？这位是六爷的信使，奉六爷之命前来。啊，在下见过三爷。啊，六爷命我来送帖子给三爷，请三爷务必携夫人赏光。恭请铁桥三馆主携夫人于今日中午到天下第一楼相聚，望铁馆主携夫人务必赏光。请你转告你们家六爷，我们一定准时赴约。啊，那在下就先替六爷谢过三爷了，告辞。请。不知六爷为何只邀请你我二人？还不清楚。我觉得六爷这个人亦正亦邪，而且我听说他与洋人打交道，不知道他此次前来是不是邀请我们加入闵行协会。去了再说吧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官至，过来看看呀，灯笼，新鲜的蔬菜，过来看看。哥哥，你不能再抽了。你让我进去。哥，想进去吗？让我进去。你不能再抽了。想抽大烟吗？让我进去。想把你妹妹给我。哥，今天我让你抽个饱，如何？好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来来吧！住手！放了这位姑娘。你谁啊？小爷的事你也敢管？铁桥三，他就是大圣大爷的人。正要去找你，却自己送上门来。你。严管，毒害同胞，残害百姓，欺男霸女，恶事做尽，该杀。三哥，这次就饶他们一回吧。下次如果再敢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绝不求饶。滚！走走。好。谢谢你们。和你哥哥回去吧。嗯，走吧。看着他一动。会长，您是洋人的人，而我又是您的人，我被铁桥三打成这样，您得为我讨个公道啊。你去找马总教头，叫他以铁桥三抢我银票为名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对了，再把他的米行给我封了。哎，您还不知道呢，马总教头前两天就被革职了，现在屁都不是。什么？我在他身上花了钱全他妈浪费了。也不是，他最后不是用那些钱买了您的福寿膏了吗？会长，我出去一下。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我和罗丹少爷刚从烟馆走出来，就被那个铁桥三痛打了一顿呢。他差点没把我们俩打死。我爹要不是被革了职，他要还是步兵总教头，我立马让老弟杀了他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里面请，二位客官。二位客官，里面请。楼上请。哥，我们要不要杀进去？我们要学会借力打力。走，跟我去见裘会长。六爷，三爷来了。二位请。铁桥三见过六爷。哎呀，欢迎二位贵宾呐。六爷，路上耽搁一些时辰，望六爷见谅。哎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拘礼数，请坐。请。咱们就闲话少叙，我向二位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广州巡抚甄荣为甄大人。嗯，这两位是？这两位是我京城的好友。见过甄大人，见过两位兄台。今天没有大人，只有知己，请坐。
谢大人。这某人此次拜托六爷相邀三爷，是想请三爷出任步兵营总教头一职，不知三爷意下如何呀？大人，在下恕难从命，并非是在下不领大人的厚爱之情，实属在下忌讳与官府有所瓜葛。甄大人，三爷，咱们一边饮酒一边商谈如何？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哼，好大的胆子呀，不加入我的闵行，接连打伤我的人，又敢到我的烟馆去捣乱。会长，铁桥三这是公然向您挑衅呐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跟我作对。会长，铁桥三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，要不然也不会对我们这般。三爷，实不相瞒，洋商馆的凯文以保护洋商安全为理由，向自己的国家提出申请，要求派军队进驻，他们的国家便向朝廷施压，要求派兵进驻广州。朝廷驳回了他们驻军请求，可是又怕洋人借机生事，所以命我等做战时的准备。当我和大将军去视察步兵营的时候，才发现军力倦怠，毫无战斗力，这样的溃军不战自败，根本无法御敌呀。古人云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还望三爷以国本为虑，出任教头一职啊。大人忧国忧民之心令在下感动，在下深知以我之力无法荡涤军中浑浊，还请大人另选贤能吧。会长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招惹他呀。嗯，以免连你也遭遇不测呀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有什么本事。走，上他闵行找他去。他不在闵行。去他武馆。说来也巧，他就在隔壁。嗯，把火铳给我。走。几位挺潇洒呀。放肆！什么人？轮不上你说话。你，这位是洋商馆凯文大人的七弟，又是闵行协会的会长。裘会长，你不请自来有何贵干呢？我找铁桥三。找我何事？你是铁桥三，你诚心跟我作对，我杀了你信不信？那你又信不信，在你开枪的一瞬间，死的会是你。嗯，你别管。裘会长，这位是广州巡抚甄大人，你难道要在巡抚面前行凶杀人吗？哦，巡抚大人呢？这个面子我当然要给您了。不过，巡抚大人，铁桥三打伤我的手下，这怎么处置啊？他们当街强抢民女，我出手教训他们，何罪之有？嗯，如此听来，裘会长，是你的手下不对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让铁桥三敬你一杯酒，你们俩的恩怨就此了结，如何？好，甄大人，这个面子我就给您了。怎么，三爷，不给本官薄面吗？等等，所闻铁桥三夫人温文尔雅，端庄秀美，今天一看，果然比画香楼的妓女要有风韵呐。我让她陪我喝。铁桥三的夫人不胜酒力，本巡抚陪你干了这一杯。我想裘会长不会驳我的面子吧？巡抚大人，这个面子我当然是要给您的了。你给我等着！
别让他扫了我们的雅兴。坐。多谢大人几位，我是真怕你一时忍不住出手伤他，好让凯文借机生事啊。咱们喝酒吧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三哥，天冷了，披件外衣吧。还在郁闷？在自己的领土上，要受尽洋人的凌辱，我心有不甘呐。那你为什么不接受甄大人的邀请，担任总教头一职呢？我是心有余，而力不足啊。会长，咱们这次就这么放过铁锹三了？甄大人保得了他今天，保不了他明天。您是想？怎么着？你明天派个人去铁锹三的米行给他捣乱，最好让他给打死，然后我好找借口把铁锹三给抓起来。这样，甄大人过问下来，也是他先下的手，奈何不了我。来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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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好主意啊？会长喝酒啊，给我倒酒。来来来，你诚心跟我作对，我杀了你，信不信？那你又信不信，在你开枪的一瞬间，死的会是你？你给我等着！这酒是好喝啊，不错。哎，来来，喝呀！使点劲，使点劲儿。嗯，满上满上，到了啊！看看啊！哎，站长，准备倒酒啊！这怎么喝？哎，干了干了！倒满呀！你是谁啊？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酒楼发生的事了吧？铁锹三，不想死的姑娘们都给我走！上！夫人，你怎么醒了？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睡不着。哎，早知道啊，我就不去练功了。以我对你的了解啊，你不活动活动筋骨，肯定是睡不着的。夫人呢？知我者，你也。铁锹三也铁锹三。
竟敢来杀我！对了，集合火枪队，把铁锹三给我抓来！是是，快点儿！火枪来捣乱，在门口打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去看看。你们为何不顾我的警告？再三来犯，铁锹三，你意图谋杀裘会长，我奉命前来缉捕你。你奉谁的命？裘会长之命。来人，给我将铁锹三拿下。他敢反抗，就将他武馆的人全部杀死。嗯。我跟你们走。什么？三哥，你不能去。小姐说的是，您不能去啊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担心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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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不能去啊！照顾好你们师娘。三哥。师傅。三哥。师傅，师傅。阿达，过来。好。看你师傅去哪儿，跟着他。啊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裘霸天仗着洋人的势力，为非作歹，竟然还敢私自拿人！裘真大人，快救救铁锹三吧！来人！大人，有何吩咐？先派兵，把米行协会给我包围起来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我随后就到。一定要把铁锹三救出来！是，卑职明白。谢过真大人。你回去等我消息吧。是，那小女子就先行告退了。好。送客。是。甄大人，你觉得你的计划会奏效吗？
当然。铁锹三性格孤傲，不用点非常手段，怎么请得动他？可这日后，若是让铁锹三知道是我冒充他打伤裘霸天的话，哎，要是你我三人都不说的话，他又如何知道？我堂堂大将军，若不是求贤若渴，万不会做如此卑鄙之事啊！兵不厌诈呀，走吧，我们也该登场了。请。甄大人，你带着这么些兵闯入洋人开的米行协会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交出步兵营总教头铁锹三。甄大人，开什么玩笑？铁锹三是步兵营总教头。这是总教头铁锹三的兵符。还不放了步兵营总教头铁锹三的话，我担心我会拦不住身后这些士兵，他们一旦冲起来，将会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，将你碎尸万段。参见总教头。铁锹三，以茶代酒，多谢甄大人、大将军和指挥使出手相救。三爷不必客气，维护公平，保一方百姓平安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三位大人的胸襟，令在下着实佩服。三爷夸奖了。三位大人的计谋，在下更是钦佩。裘霸天的人来武馆抓我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我之前跟他有过节，随便找个理由将我抓走。可到了那里之后，我从裘霸天和罗刹的口里得知，确实有人假冒我袭击了他们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到底是哪位英雄好汉冒充我的身份袭击他们，目的又是何在呢？后来直到大将军拿出兵符那一刻，我才恍然大悟。铁锹三，我们的手段虽然有些极端，但是我们的意图是好的。我们呀，是真心实意的想邀请你为国为民，也要出任这个总教头啊！用你精湛的武艺，操练士兵。原来是三位大人为了逼迫我接任总教头一职，而精心策划的。这样，在下于公于私、于情于理，都无法拒绝这个职位。既然无法拒绝，何不就此接受？三位大人用心良苦，在下铁锹三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好。哎，王正初，步兵营是你爹的旧部，那儿肯定有认识的人吧？有。好，你去给我打听一下，看看铁锹三是不是真在那儿任职。是。
这位是新任总教头铁桥三，享誉广州，在武术界没有不佩服三爷的，望你们在总教头的训练下武艺精进。在下不才，承蒙大将军、甄大人还有指挥使的抬，接任总教头一职。在下铁桥三，愿与众兄弟共勉，不辜负三位大人的希望，为朝廷训练出抵御强敌的虎狼之师。望你们在总教头的指令下加强训练，早日成为朝廷的虎狼之师。是。我们习武之人基本功一定要扎实。站如松，坐如钟，东练三九，下练三伏，马步一定要坚如磐石，出拳一定要凶猛。你技不如人，技不如人，如何带兵打仗？老子在步兵营效力实在有余，武教头见多了，你算老几？还敢不服？躲得过我的刀，再问我服不服？你这叫以下犯上，本应军法处置，念你是初犯，饶过你。吃啊，来来。哎，万正柱，嗯，马总教头近日可好啊？还好。嗯。哎呀，我是真怀念马总教头在的日子啊。哎，听说铁桥三接任了总教头一职，真有这回事？哼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杂碎。呸！哎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来来来，看样子彩兄与他不睦啊！铁桥三，他竟然当众让我难堪！铁桥三敢对彩兄您下狠手，那就是要给你们一个下马威啊！就是，你们要是被他镇住了，那以后就没你们好日子过了啊！对，得让他知道，我跟步兵营的兄弟不是好欺负的。哎，对，来喝喝，来来，喝完弄死他。好。把力量打出来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们违反了我定制的规矩，三番五次的迟到，也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几个人，每一个人扛两包沙包，蹦跳两个时辰。铁桥三，我们不会。要不总教头你扛两个沙包，扛两个时辰，让我们看一看。啊！肃静！你们不会，那你们会什么？我们会上阵杀敌。上阵杀敌？你连马步都扎不稳，如何杀敌？铁桥三，昨日是我大意了，让你侥幸赢了一局。今天我还要跟你试试，看看你的武功是不是跟外界传言的那么厉害。好啊。
这个铁锹三，他竟敢如此羞辱我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气死我了！此仇不报，非君子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整走啊！对，蔡大哥，你今天也看到了，他可是拿我当畜生训。最主要的是，没有时间抽斧，斧兽高啊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我可不敢在军营里边抽斧兽高了，这要是被他给抓住了，非扒了咱们的皮不可呀！是啊，这个铁锹三真够狠的。不行了，我顶不住了，我得留营房里抽两个。去吧，去。哎，我也去。去。哎，蔡大哥，我也去了啊。那去吧。哎，等等我。你过来，还有几个人未到，带我过去。是，总教头。几个给我带回去！是，大人，饶命！走，大人饶命！走。给我打，每人各打五十鞭。给我狠狠的打！住手！别打了。铁教头，在下为四名兵丁讨个情，请你放过他们，啊！千里堤坝，溃于蚁穴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今天我铁教三必须杀一儆百，严惩不贷。铁教头，原来马总教头在的时候，兄弟们也是这样过来的。你这样的话，群情激愤，引起哗变可就不好了。我听说总教头可以以一敌百。不知真假呀，你还想试试？哎，我一个人可不行，但是我有兄弟。好啊，我们来一场比武，你们所有的人一起上。不过我提个条件，请讲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即刻辞去总教头一职；如果你们输了，从今天开始刻苦训练，如何？好，兄弟们，快起来！兄弟们，抄家伙！
属下拜见大人，小人有事要禀报。起来说话。大人，总教头刚才与士兵们在钓场比武。哦，如果士兵们打不赢他，从明天开始就要刻苦训练。文韬武略各有章法，你且去继续观察事态的进展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先行告退。嗯。给我搜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统统带走。告诫各位，如果以后再被我发现你们染指烟土，请别怪我铁桥三不讲情面。大人，总教头在教练场把搜来的烟土都烧了。好，铁桥三呐，铁桥三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有勇有谋，带兵有方，正所谓我将遇良才啊。大人慧眼识英才，属下实在是佩服呀。莫要故意奉承，你且退下吧。是，谢谢大人教诲。嗯。三哥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意气用事啊？怎么跟士兵的人比武论胜负呢？以后不要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夫人呢？哎，你有所不知啊。这些士兵呢，以往军纪不严，过于松懈，而且呢，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些匪气恶习，所以必须要雷霆万钧，及时敲打他们，让他们有所悔悟。可是你万一出什么意外，我会担心你的呀。放心吧，夫人。我做事自有分寸，不过今天让你担心总归是我的不对。知道就好。喝茶吧。蔡大人。哎啊，蔡大人。嗯嗯。程平，最近闵行的生意怎么样？一切都好。闵行协会的人没来捣乱吧？哎呀，他们知道您做了总教头，哪还敢来呀？莫要掉以轻心，小心看守。是，师父。奶奶的，老子被铁桥三给整惨了。想报仇吗？当然想啦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请讲。你呀，在军中找一些仇富手高的到我的燕馆，然后你就知道吗？好。怎么少这么多人？西兵总教头他们去烟馆了。没骨气的东西，你们跟我走。走。
铁桥三打得老子皮开肉绽，如果没有这扶手膏，我都忍不住这种疼痛。什么破宗教头，我就抽几口扶手膏就被他军法处置。看看原来的马总教头，那才是真的好，他还跟我们一起抽扶手膏呢。啊，是啊，马总教头带兵如爱子，这铁桥三呢，哼，我的哥哥在水师提督当差，那里没这么严厉啊。嗯，瞧你们几个那怂样，就这么忍气吞声的啊？要是我呀，联合起来把他给反了。反了？反了？那得找机会啊。哎，机会就在眼前呢，就看你们能不能把握住了。乔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再次来我的地盘上撒野！你知不知道这是裘会长开的烟馆？就算是巡抚大人来了，也不敢如此嚣张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拿裘会长来压我，我带我的兵，再敢妨碍我执行公务，我连你一块拿下，统统给我带走！是是是，起来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，走，走。走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们不守我的军规，擅自外出，吸食大烟，每个人给我打50鞭子！大人，是，给我打！冯教头，蔡幼鼎家人又来送信了，说蔡幼鼎在家里烟瘾又犯了，在打骂夫人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快去看看吧！给我老实待着！你们两个，给我来！行了，别打了。小女子拜见大人，有劳大人了。啊，夫人快请起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总教头大人。你总算来了，我都急死了，谁也管不了他。人呢？在里面，大人请。大人，先别叫醒他，他醒了又该打我了。夫人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不敢。大人，我有些话想对您说，您请坐。夫人有话尽管说吧。大人请喝茶。啊，听闻大人做事公正合理，奖罚分明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。夫人过奖了。死你！哼！
王八蛋！老子征战沙场这么多年，也是有军功的人。他为了立军威，拿着兄弟们抽烟的由头，对我们下这么重的手，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老子不干了，不干了！对，不干了！他算是哪根葱？这样对咱们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在军中立足？我也不干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蔡大哥到底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我们就抽几口烟，就打得我们半死。蔡大哥一直和他不和，还不找这个借口把他给整死啊？非得打死不可。诸位，咱们去看看蔡大哥吧。对，走。啊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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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也看看去。走，走。哎，蔡兄，蔡兄，大哥，你醒醒啊！蔡兄，谁干的？谁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铁桥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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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房？在哪房？来来！哎呦！夫人呐，夫人，小夫人。铁桥三，你看看你自己干的好事。夫人，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。铁桥三他睡我老婆，兄弟们你们都看到了，给我做主。夫人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我没有啊。没有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你还想抵赖啊？兄弟们放了他，来，我打。干什么？夫人，铁桥三，你真如蔡夫人所说，打晕蔡幼挺，强行奸污了蔡夫人吗？蔡夫人，你因何陷害我？铁桥三，事到如今你还敢抵赖？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。对对，我们都看见了，都看见了，你都看见了。我们抽了几口烟，被你打个半死。你奸污属下之心，是不是应该问斩呢？对，问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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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铁桥三不死，求大人为我做主，斩杀铁桥三！斩杀铁桥三！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不斩杀铁桥三，我们现场跪天，要不然我们就现场跪天！斩杀铁桥三！斩杀铁桥三！斩杀铁桥三！现场跪天！铁桥三！斩杀铁桥三！指挥使拿龙。在，将铁桥三带入地牢，明日正法。谢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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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大人。是你做的吗？甄大人，多此一问。你是承认还是否认？有区别吗？无论我是否清白，结果还不都是一样的？只有杀了我，才能平息大战前的哗变，不是吗？如果杀我一人，能够激发士兵的斗志，驱逐外敌，我死又何妨？但求大人一件事情。请讲。请甄大人保护我夫人和爱徒平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甄某人在，定保他们平安。多谢大人。是我愧对你啊。我会安排你和夫人见最后一面。不必了，请大人转告他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如一世苟活，要靠人命堆砌，不要也罢。不要让他为我做任何事情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大人请回吧，我累了。Thank you.
这大人您怎么来了？您是找三哥吧？他还在军中练兵呢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哦，我是来告诉你，铁桥三引荐银菜又挺的夫人被抓起来了，大将军已经下令明日将他斩首。甄大人，您是在说笑吗？铁桥三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是啊，他可能是整治军纪太过严厉，所以导致蔡又挺对他的设计陷害。是啊，我师父绝对不会做出此事的。大人怎能听信奸人的话呢？甄大人，求您让我跟铁桥三见一面吧。铁桥三他不想见你，他让我转告你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如一世苟活要靠人命堆砌，不要也罢。他还让我转告你，不要为他做任何事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当初我师父定是料到会有今天之事，所以才不接总教导之职，是你非要让他接任，现在他遭到小人算计，大人不会坐视不理吧？对啊，现在大战在即，所有的官兵都以卸甲相要挟，大将军为了阻止哗变下了斩杀令，这件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哎，这会长，听说大将军已经决定明日在军中斩杀铁桥三了。嗯，哎呀，不能看着铁桥三的人头落地，真是遗憾呐。裘会长的计谋果然高明。行了，别净拍马屁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现在去铁桥三的拳馆把他给我平了，想着啊，把他夫人给我带回来。是是是。嗯，师娘，我们去劫狱吧。甄大人已经转告我们，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父被杀吧？现如今只有蔡有挺的夫人能救铁桥三了，我们走。哟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裘会长让我带你去米行协会，走吧。恕难从命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有我们在，你休想撒野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。等等，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走。这就对了，走吧。师娘不能去啊。对，师娘。师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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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去。时间快到了，走吧。奉甄大人之命，给你穿上总教头服。甄大人有心了。启禀三位大人，时辰已到，是否行刑？行刑吧。是。行刑。等一等。师父，师父，成平，师父，什么人？尽敢擅闯军营，给我拿下！师娘被罗刹掳走了。师父，
三哥，救我！我让他陪着喝。杀了你！铁锹三，你不能死！只要我甄某人在，定保他们平安。后退！吓死了，给我后退！闪开！铁夫人，只要你同意，你的一封米行加入我的米行协会，我就放了你。呸！我是坚决不会和你这种人同流合污的。还不死心呐？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蔡佑挺是我的人，我让他把铁锹三诱骗到家里喝了蒙汗药，又逼迫他妻子陷害铁锹三。来呀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我要我娘，我要我娘！你这个畜生，我杀了你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感谢这个孩子，没有他，我不能逼迫他妈陷害铁锹三。你这个畜生，我杀了你！你还要杀我？哎呀，为你自己想想吧。你要再不同意的话，我让你比铁锹三死得更惨。你敢？我敢，你看我敢不敢？放开我。老沙，哎，你不是喜欢铁夫人吗？是是是是是是，我把她交给你了。谢谢邱会长，好好享受吧。铁锹三活着的时候我不敢，可现在没什么不敢的。小兔崽子，不想活了啊？去，再捣乱我弄死你。放开我！大哥，别动！大哥，铁锹三他杀过来了。三哥，你娘的个废物！三哥，你给我等着！三哥，你干干啥？我夫人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夫人在哪儿？在冰库。野狗，狗，带我过去。放开会长。
三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对对对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小的错。小人过。对，三爷，都是小的错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三爷，我们错了。救命恩人带走，来，过来。他是谁？他是蔡幼廷的继子。蔡幼廷用这个孩子来强逼他的夫人，诬陷你。是他救了我。连一个小小的铁桥三都拦不住，如何能拦得住即将侵略我朝的外敌啊？是属下失职，请大将军军法处置。这世上能拦住他的能有几人呢？下令全城缉拿铁桥三，我要见到他的尸体摆在行刑台上。是。报。启禀大将军，铁桥三回来了。啊，铁桥三，你今天是来伏法的吗？不，我今天来是洗刷清白的。大人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一时糊涂诬告了铁桥三。臭娘们，你哭什么你？蔡幼廷，你个畜生！我带着孩子改嫁给你，原以为你会疼惜我们母子，谁成想你对我们非打即骂。你嫌铁桥三不让你在军中抽鸦片，听从罗刹和裘八天的摆布，你拿孩子要挟我，逼我给铁桥三下蒙汗药，让我诬陷铁桥三，奸污了我，你差点让我害死一个好人呐！你胡说，我杀了你！别大胆！哎，我没有胡说，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你利用我煽起大家的激愤情绪，逼着大将军下令杀了铁桥三。你说只要铁桥三的人头落地，你才会将孩子归还于我。蔡幼廷，你该死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拿下！大人饶命！饶命啊！大人！蔡幼廷，只要你告诉我，军中还有谁陷害总教头，我就放了你。他。他，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还有他，没有他，他们几个，他们都参与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没有大人诬陷，他们是诬陷我们的，你不要血口喷人了。是，就是。
三少平啊，大人，全部给我拿下！是是。三少平啊，大人，大人，这个蔡佑挺实在可恶，竟然勾结洋人陷害于你，害得我差一点错杀良将啊！是属下失职。现在真相既已查明，总教头是不是可以官复原职了？那是自然。三位大人，在下决定辞去总教头之职。总教头心中愤恨难平，我甚是理解，还望总教头以大局为重，为我军效力啊。军中浑浊，非我能当敌。三位大人，在下告辞了。请总教头留下。洋人与朝廷谈判无果，朝廷命我们做战时准备。总教头，战事即刻来临，关乎国家存亡之际，可否摒弃前嫌，为国效力啊？全体集合！是。暴动战后，士兵集合完毕，前去沙场刀剑训练。是。总教头，祝你旗开得胜，等着你胜利的消息。副将，驾！